高雄有一家隐身在巷弄当中的咖啡店，和店家独特的法式甜点是不少女性顾客的最爱，尤其到了下午茶的时间，一味难求。看似平凡的小巷子里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有一间充满欧洲气息的咖啡厅。一打开门，咖啡香味立刻扑鼻而来。不过店里主打的商品除了咖啡，还有这一道佛卡夏鸡腿排。腌制，然后做真空包装。那我们是用迷迭香的香料下去做的，对，下去卤到它的肉都有味道，就是很 Q 啊，它是很弹牙的。另外这一道冰淇淋甜包饼也是店内的人气商品，现点现做的饼皮淋上鲜奶油以及糖浆，一口咬下，幸福指数百分百，就是很有气氛啊，而且又在小巷间，是会感觉这个咖啡店会让你想要走进去去喝喝看。装潢就是有点复古，然后再加上里面的一些摆设啊，我觉得很可爱。除了美食，店内的摆设也相当的讲究，每一个小角落都充满了欧洲的怀旧风格。因为业者的用心经营，让这家店从早到晚几乎一味难求。